那个小张，不好意思哈，可能我们没太商量好，回头我再给你打电话吧。行吧，那你们俩好好商量商量，我就先回去了啊。抱歉哈，我说你这又弄的是哪一出啊？你爸，你什么意思啊？你不肯为你弟弟出钱，房子也不让我们卖，行啊，那我就把中介请来。 给我跟你妈住这间屋子估个价，看看值多少钱，我卖给你，你把现钱给我们，我们搬走。你搬哪儿啊？地铁啊！你以后想看你爸你妈啊，你还得买票呢。甭理他，我说你这是越老，你这花样越多呀你。废话，滚开。哎，姐。 喂，雨晴，我小叔子出事了，你能来一趟医院吗？好，你别着急啊，在哪个医院？我现在过去。哎，怪我。你说前阵子看见志武的时候，我就觉得他蔫头耷脑的，说话没什么力气。我想可能是。 连续工作，啊，没休息好。哎呀，就我当时我就应该提醒他一下，千万别疲劳驾驶，千万别疲劳驾驶。谁也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志军，这不能怪你。现在人只要能救过来就好。哎呀，那刚结婚。 这媳妇儿还在老家等着呢，那人这……哎呦喂！姐夫，怎么样啊？进去都3个多小时了，现在还没有消息。那么久啊？雨婷，哎，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是这样，这志武的这手术费啊，本来我们能掏，但是呢。 这不是前阵子这个全镇刚进私立学校，然后我们又刚换了新房，所以也知道就我姐夫，没关系，姐姐已经给我缴了情况了。啊，对了，那个我把钱打你账上，你查一下，如果不够的话再告诉我啊。谢谢啊，雨晴。干嘛？跟我说谢谢干嘛呀？大家都是一家人。我肯定尽快还你。姐夫，你也别太担心了啊，不着急。 大夫，大夫，我弟怎么样？外伤都已经处理了，人暂时没有生命危险。哎呦，但是病人患有严重风湿性心脏瓣膜病，得转到心脏外科去进行会诊，讨论手术方案。啊？那现在怎么着啊？等会诊结果吧。谢谢你啊。不是大夫，哎呦。 怎么又心脏病了？这人不得遭两茬罪啊！就是啊，挺遭罪的，但是医生都说了要会诊，那咱们就听安排吧。你别着急了，是不是公司有事儿啊？我回个电话。什么情况？ 爸发这些是什么意思啊？哎，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儿了？哪有什么事儿，别乱想。爸不就是这样吗？赶时髦呢。齐医生好。你好。齐医生。 你好，关雨晴，你不是休假了吗？不回家躲着我是吧？好，那我就从白天等到晚上，我看你回不回来。你怎么老这么对我呢？你怎么这么不爱你弟弟呢？啊？
说了这么多你还不明白吗？我们真的没有见面的必要。我特意过来找你，你就这么冷冰冰的，整整一个月零八天，你把我心都撩走了，你说分手就分手，你告诉我你到底是腻了还是喜欢别人了？对不起，我还有工作。喂，怎么又开房啊？事先也不跟我说一声。好，我中午过来。找我有事儿吗？跟了一路了。哦，我进来说吧。请坐。你是哪床患者的家属啊？患者有什么不舒服？心里不舒服。病历给我看看。是我心里不舒服。你？挂不上号才跟过来的吧？还有点时间，来，坐我来，我给你检查一下。先生，我刚才看到一个渣男欺负一个小女孩，还脚踏两只船，所以心里非常不舒服。您觉得这个能治吗？不是，刚才那个治不了是吧？来，我帮你。听到声音了吗？是什么声音啊？心跳。是人的心跳吗？当然是。所以请记住，好好做一个人，不要辜负身上这身白大褂。不是，你误会了，那女孩我根本就不认识。小黑，你有事啊？没事儿。儿子，妈，不是跟您说了吗？用不着在医院旁边开个房给我煲汤，回家又不是喝不到。怎么了？我没有到医院去找你，我没打扰你工作，我在医院外面，我怎么不可以吗？啊？妈辛苦了，来来来来，您坐着歇一会儿啊。没事儿没事儿，儿子你快坐你快坐。哎，妈，问您个事儿，那个叫小粗包的那个小姑娘是怎么？小醋包，哎呀，你怎么知道他呀？啊，不是跟您说了吗？您不能用我的名义跟人家接触。那你要我怎么办？我可是为你好。你说你对相亲的事儿也不上心，也不主动，但是我没跟他说什么呀。嗯，就是他有时候发什么美颜照啊、美食照啊，我就给他底下发一个说：“哎呀，小仙女好漂亮啊。”他有的时候不开心了，我就给他发一个冷笑话。他有时候失眠，我就给他发个轻音乐什么的，就这些。没，您这还没说什么呢？啊，您也太会撩了。这帮着儿子在网上谈恋爱，您是第一人了吧？好。总而言之，妈妈是为你着想，我是全心全意的为你好啊。是的。嗯。哟，汤凉了，赶快。哎，烫不烫啊？不烫。慢一点啊。啊。我不喝，你喝，
你每天是有定量的，来，快你喝。好孩子，喝完了换衣服跟妈走。妈，我这还要回医院呢。爸，吃饱了是吧？啊，那咱们走吧。我不走，我还有两家中介没去呢。不是，我下午还有事。别给我编，你再给我编，今天下午轮休，我还不知道呢。我都陪您玩了一上午了，您看看那么多中介，谁收你这一间房啊？咱别闹，回家吧，好吗？我就不信了，我这间屋子还卖不出去了，真是的。你自己看看，来，这个，这后边都有自然情况。这个，看这个女孩，一共有几个女孩？干嘛你？给我看，啊，你看看哪个适合啊，哪个你比较喜欢，你跟我说。后面呢都有电话号码，到时候咱们约她啊。还有呢？上面都有他们各自的情况介绍，工作、兴趣爱好什么的都在上面，你给我背，我回来得查你，你知道吗？你别这跟我对付。我下午可真有事儿，我先走了啊。哎呦不行，那谁来了，我得去接他一下啊。哎，喂，啊，啊啊啊！下周排班是吧？周四上午是周末文文，啊，下午是于佩佩。不行了，那得约到下个月了，啊，好，先这样啊。哟，挺巧啊，还挺能约，你这上午下午排满了都能约到下个月呀？照你这约法，你得补补啊，身体更重要。补补？你每个月都这样啊？想什么呢？双击一下那个，哪个呀？哪个？全是球那个，先点一下。对。干嘛呀？喂你吃了这么多，什么时候有空下？这么大的事儿，至少再等个。三六七八年，李贝同学，我告诉你啊，你现在不珍惜我，过了这个村，哦呦，我还得再下个村的，很会说嘛。你们不是说去参加婚礼了吗？怎么这么快回来了？嘿！啊！爸！贝贝，这小子是谁？叔叔阿姨好，我叫关振雷，我跟贝贝是市民大爷。啊！来来来，喝点高山茶。谢谢阿姨。哎呦！振雷这颜值高啊，真精神，没我好看啊。哎呀，其实啊，你们这个年纪谈恋爱很正常的，怎么没早点告诉大人啊？冷不丁让我们撞见了，把我们给吓坏了，这要是再晚点回来，不敢想，不敢想，不敢想。哎，妈，我们本来是准备这两天就告诉你们的，这不没来得及吗？对，我是送贝贝回家，我没想多待啊。我第一次来，第一次来就知道我们家遥控器在哪儿。
哎呦，送贝贝回家啊，这周末小区好停车吗？我们打车回来的。太少了，太少了，太少了。叔叔阿姨，没钱没车没房，是谁给你的勇气来跟我女儿谈恋爱？不是大哥，出去，大哥，走，哥，我告诉你，大哥，我要再敢说你家贝贝，我打断你的腿，滚！贝贝，哎，贝贝，你快出来呀！妈妈做你最爱吃的红烧鱼啊，贝贝，我不吃。贝贝啊，你说你这是跟谁较劲呢？我跟你说，李贝啊，你这是对你自己严重的不负责任。我跟你说，他们家其他的条件那是一塌糊涂，那就是一个离婚但表面光的东西。你说你跟着他，你不喝西北风吗？振雷他哪儿都好，他对我最好了，而且他还是个潜力股，他人特别聪明的，他现在正在努力的求创业求发展。反正我今天就正式表个态啊，我非他不嫁。你们要是再逼我，我就从今天开始，我滴水不进。姐，哎，谢谢啊。喂，志俊，什么事儿？你好，现在医院内正在评选十大医生，这是我们心外的三位候选人，一床一票，欢迎大家踊跃投票，给满意的医生点个赞。我可以弃权吗？为什么呀？这个杨医生和宋医生没有接触过，不认识。徐清风，我不想给他投。徐医生不挺好的吗？你为什么不给他投票啊？找我有事儿吗？啊，没什么。他不给您投票。投谁不投谁是家属的自由，你去忙吧。哦。
徐生，那个秦二的女家属是不是上次在你办公室？秦灵儿。徐大夫，你认识啊？不算，不算。刚才那个护士还说你们认识呢。你姐夫刚来电话，说徐清风可是心脏外科一把刀，一定要让他给志武动手术。那么多医生找谁不行啊？非找他啊？他可是这类手术的专家呀，你不找他找谁呢？雨晴，你要是认识他的话，赶紧去求求他。哎，我求他？不去。哎呀，赶紧去吧。一会儿你又该飞了，好几天见不着人。听话，赶紧去。哎呀，去吧，快去啊！听话，听话，去吧。好。你来的正好，我刚好有话跟你说呢。那天你看到那个女孩，我根本就不认识她，是我妈用我的手机跟她聊天，让她误会。但我不想因为我个人的事儿影响本院医务人员的形象。看好了，你在咖啡厅看见的也是如此。你妈帮你恋爱啊？看清楚了吗？哎，等一下，那这么看来，我之前确实误会了哈。非常抱歉，我为我的行为向你道个歉，对不起哈。其实我今天来是想找你帮个忙。什么忙？西陵二床的陈志武的手术，您能亲自做吗？手术都是医院统一安排，我从来不搞特殊。哎。我不是在搞特殊，我只是家属的诉求不为过吧。我们已经了解过了，陈志武的手术，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你有很多成功的案例，治愈率特别高。所以我希望你不要公报私仇，能够考虑一下吗？抱歉，我这一个月的手术都已经排满。再说医院不止你们家一个病人，还有很多病人，请你不要扰了医院正常的秩序。哎，抱歉，我还要工作。男，36岁，车祸死亡。他生前签署过遗体捐赠协议，他和施大伟的各项指标都是吻合的，但是遗体受损太大，手术起来很困难。那施大伟怎么样？他在上海呢，你随时可以去手术。刘科已经向咱们医院提出申请，让你立刻去上海。赶紧帮我查机票。长，你终于回来了！你能回来，我们都特别开心。大家说是不是？是啊，是啊。抓紧时间摘取心脏，务必在6小时之内送到上海。明白。等手术结束之后，北京飞上海只剩下亚新航空的 AX2077，不过机场会启动器官运输的绿色通道，配合我们航路支持。随时跟机场保持沟通。机长，检查完毕。两栋拐拐特殊情况，两栋拐拐特殊情况。本次航班将有2名乘客运送移植器官至上海。运送移植器官。两栋拐拐收到。关注心脏保护液，我们要尽量多留一些血管，这样在给受体做手术的时候，吻合可以多一些空间。好的。冷藏箱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丁丹，你太厉害了，提前了10分钟。这手术还有很多环节，快抓紧时间去机场。你可拿好了，路上一定小心啊！赵导。徐医生，徐医生，大夫。我希望我丈夫的心脏能继续跳动，我的孩子就要出生了，
虽然他看不见他爸爸，但是我希望他能听见爸爸的心跳。请放心，我一定完成您的心愿。更要感谢您丈夫的无私捐赠。拜托了，大夫。我走了。刚才接到通知，本次航班将运送移植器官去上海，医生在赶来的路上，我们呢按照预案做准备，记住一定要安抚好乘客的情绪，做好配合，全力以赴。收到，谢谢机长。欢迎乘坐亚星航空，李先生您请。你好李先生，您请。李先生需要喝点什么吗？不需要，不打扰您了。你好小姐，您请。学生你看那边已经开始登机了，这导航显示还要堵45分钟，这肯定来不及了。过了几倍时间了，咱们几倍啊？先生不好意思，我们还有2位乘客没有登机。嗯，哦，具体时间会听塔台调度，请您稍等一下。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亚信两栋拐拐，千派角。两栋拐拐回答。医生遇到堵车，无法按时抵达机场，推迟半个小时起飞，等待心脏器官。两栋拐拐收到。各位旅客晚上好，我是本次航班机长。由于本次航班负责运送移植器官到上海，医护人员暂时无法准时到达机场。不如再等吧，想别的办法。学生你去哪儿啊？三日。很快很快很快的。运送器官，不是这一趟飞机赶不上就让他们坐下一趟吧。是这样的李先生，因为这是飞上海的最后一趟航班，请您体谅一下。我体谅你们，但是你们能不能也体谅体谅我？我岳母在做手术，我要回不去，我媳妇跟我离婚，你们负得了这责任吗？我明白我明白，但是我飞机很快就会起飞了，您放心。不是我放不放心，我现在就要求你们马上起飞。到底几点才能起飞啊？你就给个准确时间可以吗？谢谢您啊。没事没事。我去看看。我一年飞亚星航空多少班，你知道吗？机长，怎么了？啊，王灿正在跟他解释，你知道吗？是的，是非常抱歉，李先生。你抱歉有什么用啊？我着急走。机长，李先生你好，我是本次航班的机长关雨晴。是这样的，现在上海那边的医院呢，已经做好了手术准备，就在等这颗心脏。如果我们现在起飞，患者将失去生存的机会。我想这也不是你想看到的吧。刚了解到您的情况，您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人，所以我希望得到您的支持。啊，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代表公司给您的太太打电话解释，我相信一定能够得到她的谅解。你给我太太打电话？那我就没太太了。啊，行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了，我自认倒霉行了吧？啊，非常感谢，谢谢支持和理解。什么事儿啊，这叫。请大家耐心等待。你们好，亚星医院的，谢谢啊，谢谢谢谢。徐医生，这边请。各位各位，抱歉耽误了大家的时间，飞机准备起飞了，感谢大家的理解和配合。
拐拐，上海区调雷达已识别。亚新两栋拐拐。航空气象警报，华南方向有强风，雷雨前锋提前到达上海。上海虹桥机场和浦东机场将于22点关闭，请报告你的意图。亚新两栋拐拐，申请备降南京，4两下3.9，请您指挥。收到。各位乘客，由于雷雨天气影响，上海虹桥、浦东机场临时关闭，本次航班将预计备降南京。降落南京，从南京再转到上海，这根本来不及完成手术啊！哎，徐医生，飞机正在颠簸，请您回到座位上。对不起，我要跟你机长通话。这不符合规定，请您回去。飞机如果落到南京，我再转到去上海，这手术根本完成不了，这是人命关天的事儿。拜托你了。你稍等一下。喂，机长，医生想要跟你通个话。把电话给他。可以。徐医生，机长你好。大夫你好，请说。上海的这位患者等这颗心脏已经等了2年了。如果你现在把飞机落到南京，我再转到去上海，根本完不成这台手术，而且这位患者会有生命危险。我们也不想降落南京，可是上海机场22点关闭，就算飞到了上海，空中管制也不允许任何飞机降落。机长，这颗心脏的捐献者，他原本今天是带着他太太去做产检的，路上发生了车祸，他为了保护妻子和未出生的宝宝，不幸遇难了。这一颗心脏是两个家庭的期待，机长，真的拜托你了。这位乘客，请您回到座位上，给我点时间。嗯，谢谢。徐医生，请您先坐回去。谢谢。系好安全带。机长，我已为备降南京做好准备，听你指挥。等一下，原地盘旋。好。病人的血压和血氧都在快速下降，病人快支撑不住了。心脏为什么还不着？主任，和机场联系过了，因为天气原因，浦东机场和虹桥机场都关闭了，飞机不能降落。小白，我要备降无锡。什么？无锡？上海，两栋拐拐，申请备降无锡。上海收到，雷雨前锋即将抵达上海，无锡机场也即将关闭。你只有半个小时，两栋拐拐，确定要备降无锡吗？是的，两栋拐拐决定备降无锡，申请大速度进场。大速度进场。Mm-hmm.
生，请您第一个下飞机，机组已经安排了特殊通道，祝你们手术成功。谢谢。这儿，徐医生，这是机长给你准备的救援直升机。公司那边怎么说啊？说那人一下飞机就投诉，说什么我违背他的意愿，不让他第一个下飞机，然后说什么航班延误导致他一堆麻烦事儿，说不仅要赔偿，还要处分你呢。师傅，公司刚刚来通知了，让我们雷雨停之后明天立刻返航。好像是你备降无锡这事儿，公司态度挺严厉的。雨晴，要不咱们找领导说说情吧。我是机长。我做的决定我负责，领导那边确实要说一说，躲是躲不过的。好了，别愁眉苦脸的，市场没有过不去的坎儿，有什么大不了的？今天晚上我们住上海，好久没有吃小杨生煎了，走吧，我请客。关二爷就是关二爷，什么大事都得自己扛。走吧，走。贝贝，你这一天都没吃东西了。贝贝。出来吃口呗，一口都没吃，是不会饿出什么毛病来吧？哎呀，这谁呀？这是嗨，你这人怎么死拼脸呢？你烦不烦呢？你叔叔你好，我给贝贝买了他最爱喝的奶茶。我们家贝贝不喝奶茶，他爱喝。他不爱喝。他真的爱喝。他真的不爱喝。叔叔阿姨，就算你们不喜欢我，你们好歹心疼心疼贝贝啊！这我买的，他肯定愿意喝。进来吧。哎，来来来来。叔叔阿姨，我上回话还没说完就被你们撵出去了。其实我家里条件还不错，我大姐夫是房地产公司高管，我二姐是航空公司机长。机长啊，她是亚星航空的资深女机长。挣的副的四号岗挣的。你姐姐姐夫工作好跟你有什么关系？叔叔阿姨，其实我在酒吧上班完全是为了学习经营模式，这创业刚刚起步，我不得一步一步走踏实了吗？你跟我说你都琢磨出什么了？我想针对于目前的这个酒吧行业研发出一套基于互联网和酒吧的综合运营管理模式。什么意思呢？就是把数据化管理、员工营销端 APP 还有客户娱乐端 APP 给他们三位一体化结合。哎，这样一来呢，像酒吧呀、员工啊还有客户啊，他们就能得到多点的无缝衔接，从而有效提升管理效率，还能数据化分析客户，还能二次销售。从而就可以有效提升管理效率，给他们三位一体化结合，这样就来了，像酒吧呀、员工营销端 APP， 还有客户娱乐端 APP。
你听懂了？振雷，哎，我听贝贝说你是创业型，这挺好。可是我们当父母的还是喜欢脚踏实地的东西。你如果真想跟贝贝有未来，最基本的条件必须……阿姨，我明白。你明白什么了？鼻涕虫和蜗牛就差一个壳，可蜗牛就显得可爱许多。这就跟男生有房没房一个道理啊。有房的男生，他就可爱很多。通透。回头帮我把这段视频发给那个心脏供体的家属。啊？这算是对那位妻子和未出生的宝宝最好的交代了。明白。徐医生，太感谢你了。你太客气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徐医生啊，我们现在想起来还后怕，幸亏你们是乘坐直升飞机提前到达，要不然这位患者就彻底没救了。你什么意思？你们落地之前，病人就已经快不行了。也就是说，就算我们的航班准时到上海，也不一定能赶上手术，对吗？不是不一定，是肯定赶不上。